宏碁资讯是最懂地端的云端公司，成就智能企业的推手，以客户的需求为核心，是云端解决方案的最佳服务商。宏碁资讯成立于2012年，是宏碁集团在于资讯的服务产业及云端趋势一个重要的策略布局。那我们也是全台湾第一家投入云端产业的公司，累积了有2000多家的客户，分布在前百大的上市柜公司占了55%，那在政府企业里面我们占了70%。那我想这是客户对宏碁资讯的一个肯定。我们深切了解客户的需求，因此聚焦了我们的核心技术在 C3A 加 P。 第一个 C 代表 Cloud Service 云端服务，而 3A 中的第一个 A 代表 Application， 也就是应用开发与产品加值服务。第二个 A 代表的是 Appliance， 我们运用各式边缘载具提供点到面的各种资料收集。第三个 A 代表 AIoT， 也就是智慧物联网。最后一个 P 代表着 Platform， 也就是平台。宏碁资讯的 ICMP 跨云的维运管理平台，它能降低30% IT 人力的部署，节省75%软硬体设备成本，并可协助大幅减轻 IT 维运人员的负担。在这里我举两个我们的经典案例。第一个是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平台，它是宏碁资讯替政府打造的一个专属的国家级的云端系统，在2个月内由规划、开发、建制、部署如期如职达成国家赋予的任务。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的游戏社群平台，平台提供比赛记录的大数据分析，堪称是世界上功能最完整的游戏社群平台之一。其实我们已经连续3年得到资通界的奥斯卡奖、 Visa 的世界首奖，那我想我们会持续的来做一些投入，协助政府做数位转型。未来3到5年的展望，我们会朝一个多元化的成长策略来做3+2的策略。我们会从产品线的扩充、客户群的扩大、平台经济的扩大，再来是+2的部分。那第一个其实是所谓的策略并购，我们会来看看有没有一些机会让宏碁资讯能够更上一层楼。最后一个部分是海外的市场，当然后盾有一个宏碁集团在支撑我们，因为全球通通都有分点跟公司，那我相信有非常多的资源能够来成就宏碁资讯能够扩向海外。